他也愿意陪，我也愿意跟他玩儿，就是凑一块儿的。妈呀，你别在家待了，你跟我玩去吧，就玩上瘾的。我61好像就跟他俩玩，我今年82了，我零，教我就会，我念书前就零，教就会。 只要我来，他就说：“你看有功夫，咱俩就打一会儿球。”我说：“那行，这边做饭呢，那边烧上水了，还需要等吧？”我就跟他打。哎，那边饭冒气儿了，一会儿我就瞅瞅去，往回来再打。他就是比年轻人都有瘾。他说呀：“只要我妈玩，我就陪伴到底。”我说：“只要我活了，我也陪伴你到底。”